能人读经大让人后悔。哦，老菩萨颁考上考了大状元，有得到匾额，还有奖品哦。在启慧班，隔夜的启慧班，第二个礼拜就每个月第二个礼拜就有启慧班颁奖。哦，真人好，谢谢啊！感恩感恩啊！处长主持，谢谢谢谢，两位参与处长主持。